Hello， 大家被逛 ，OK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，大家等等，不对不对，今天要干嘛？如果你有看过，如果你懂 Balenciaga 这个牌子是，他们出了一个新的衣服，叫做。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反正那个衣服我现在放照片在这里，看这个衣服，它是好像前面有一件衬衫，然后后面是一件 T 恤，然后就是有很多人看了就是觉得很不明白啊，因为 Balenciaga 是一个就是很出名的一个 fashion brand 嘛，然后别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很丑这个设计，然后我们就是我啦，我今天就要来 try 穿这件衣服，然后我要穿出去。可是因为它这件衣服要$1,290，也是大概马币5,100多，放上去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 DIY 这件衣服，因为真的很贵，所以我去 H&M 用不到$200买了一件蓝色 T 恤跟一件衬衫。我已经找到最接近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就是把它钉上去，因为你看这个照片它其实只是就是真的是好像挂上去好像粘上去吧，所以我们就用 safety pin 来我们来弄给你看吧。现在我穿了这件衣，不要无视我的短裤先，当然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好，就是边这两边，然后就好了，只是这样吧。天，嘿嘿，我们做好我的衣服啊！现在我就是摄影的工作交给我朋友拍一下你自己。对，所以他是我们今天摄影师。然后就是我们看这里啊，我们就是用土 safety pin 钉了，可是因为这衣服真是太重了，所以有一点下垂，可是如果你不看这样清楚是看不出来啊。可是这衣服我觉得我们要有点搭肩啊，你看我 T 恤这也是，然后所以这样我觉得还可以，对。可是什么？哦，是 H&M。我觉得要拿 Sharpie 涂掉，你觉得？可以。对不起 ，H&M。嗨，我们现在油站，因为肚子饿。好了，对。做错了什么？我叫错了，你还给人家放上网，放上可以要成绩单吗？吓死我哎！吓死我 ！OK 吗？你觉得有没有像？有没有差？很像哎！等一下，我不可以，我一定要拍那个。可以，注意。在等一些大便，是很臭。哎，可是他那个麦在哪里哦？大便点。哎，出来啦！一直叫我停的，我就站那边啊，看我这样子摆 pose 啊。啊，都还就是。Let's go！ 我要臭脸了，哎。这个幼稚的人。优质
你有看到吗？刚才他坐一直看你，可是我没有拍到，因为来不及。放牌，这个角度。Ready to good name. Woody. Hiya. Woody. Hello. Hello. 不是说给你们惊喜的吗？过来了。你觉得我这身打扮 ？Very creative 啊。我要讲什么？我开始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穿。Balenciaga 衣服，200块的 Balenciaga 衣服，在 KLIA 一日游的影片。虽然我知道影片有一点乱，但是你看得懂就对了。这件衣服其实很好穿，只是有一点热，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嘛，的话感觉是很舒服啊。可是就是有一件衣服盖在你身体上哦，就比较热哦。那我现在全身都是汗，因为我现在在 outdoor 嘛。那我一直拿着这个 Converse 大包背，因为我很薄，我又不想买，可是我又要拍照，所以就拿着。然后我想讲，就是懂哦，肥肥人是都有怕你的肚子在跑出来嘛，所以这个盖着哦，所以肚子就是一直很 relax， 所以你要吃很饱啊，都没有关系。OK， 我家哪里？对，我们现在在巴西奥，是没啥。哎，巴西奥，我有在听。No。刚才就是这件衣服的好处就是，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发现到我的拉链哦，有一半是没有关的，然后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就是这件衣服挡在就是裤子上面，所以根本就会有人发现你的拉链有关还是没有关，所以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按赞，然后留言，然后分